啊，它不是那种毛衣料的，它是非常好的针织。我觉得我们两个可能可以塞在同一件衣服里面。没错，菲力跟我身形不一样，它就是会有回溯的效果，帮你塑个人基本的造型。所以搭个军靴、搭个小白鞋都非常好看。首先呢，我们有做三个颜色 free size 给大家。第一个，我要先讲它的弹性超好，是宽版的。可是呢，即便你是瘦的、肉的，或者是比较宽的都可以，因为它完全不会让你修饰在这一件有腰身但是又不会紧绷的洋装。再来，它的面料没有任何太多的毛衣料，现在还没有那么适合啦。但是呢，它的弹性非常的好，然后它质感压身的这个钻机压得很深，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所以呢，你穿高鞋、低鞋、小白鞋、平底鞋，或是呢，你觉得你肚子很肉啊、小孕妈咪啊、脚胯宽啊，这一件呢可以帮助你解决你现在眼前所有想穿洋装不能穿洋装的问题哦。